今天是礼拜六，本来我打算安安静静的搞一些幕后的东西，但是我现在实在遇到一个问题，我觉得挺值得去拍一个 vlog。 哎呀，你看，这是我现在眼前的一股凌乱，身边是有一个马克叔叔。我们两个在干嘛呢？本来是在线上平台买了一些家私。你在内地买的时候呢，在香港它是不包括帮你安装它的，就想说礼拜六下午呢回来搞一搞这个东西，以为很容易可以安装它，结果累死我了。然后现在很无语，因为这个客服姐姐给的那个安装的那个图啊很简陋，它上面完全没有告诉你这些螺丝哪一颗要用在哪里，所以我现在一团凌乱，我觉得很郁闷。哎，救命啊！他已经崩溃了。所以我们数了一下，长的侧边呢有很多这些小洞洞，有八个。如果你要去用这一块长的细的小条，然后这一块叠上去的话呢，就需要这么长的螺丝，然后它刚好有八只。所以我估计插在这里的就是这一种，就是以我的聪明才智猜出来的。希望我不要最后搞一团糟，人生都没有自己去装过一张桌子，处女作品啊。How do you know it's going into the hole? It's not. Not yet. 但是我要试一下，整咗头两边先。You missed it already. I can see the hole from here. Yeah. I can feel it. Nice. 跟住咧，应该整咗另外。Can you feel it? Yes. 对耶，这边这个，它比我还高啊。嗯，那你是？高过我咯。哦，它还比你高。比我还高。比你还高。马克叔叔的国语不好。这个是非法劳工。谁是非法劳工？你啊，童工。快点！还被老板骂？嗯？还被老板骂？喂，俾多条我啦，长嗰啲啊，肥肥肥螺丝批，螺丝批系咪螺丝批嘅意思？好像已经把今天能做的做了，然后接下来的步骤呢估计是需要用到那个电钻，然后现在我们是没有电钻，所以我打算明天星期天回来再继续。马克叔叔，喂喂。应该是第一次我看到有人装这些木桌撞到不省人事。
现在是星期天的晚上，昨天还没有弄完的这个桌子呢，我们拆一个电钻，我就带了一些工具来。我人生第一次拿到电钻在手上，估计今天呢，我们应该可以完成这张桌子吧。有点电啊！ Oh my god! What am I doing? 快说，你就别。Put some pressure on it. Whoa. Am I done? Are you? I'm going to throw your arm away. Wait, no hurry.落咗去啦，好嘢！哎，几好喎呢边。You doing? 嗯。Why is it that long? You don't want that long. Then it'll come out on the other side. Does it matter? Yes. Who will see it? You'll hurt people. I don't know.整穿咗个面啦，点算？点算啊 ？Oh my god! What have I done? Oh my god! 翻落去啊！点解咧 ？Why is it that long? You don't want that long. Then it'll come out on the other side.Yes. Damn! 算啊，好伤心啊，依家我。所以嘛，这么大一张桌子，就这么小一个洞，我觉得还可以，而且。疤痕才是我们人生的历练，无比的骄傲，好开心啊！啊，第一次做完的会议桌不是用来开会，是用来吃晚餐。拜拜。